这是国民健康及卫生署最新颁布的101年全台湾70多家试管婴儿中心里面有41家入榜，得到这个荣誉。这是101年的试管婴儿中心训练机构的名单。彰化市博恩妇产科在41家里面是其中的一家，被视为这一家通常是怀孕率高，而且试管婴儿人士过多，周期数过多。在这里恭喜博恩妇产科。